萨摩盖寺，即是由缅甸人孟坡安建于1876年的古老寺庙，整座建筑以金油木建成。当时缅甸人和佛教徒想前来行善布施，但是语言和风俗不同，和泰国的僧人无法沟通，因此在1909年请来了缅甸的僧人当这个佛寺的方丈。